今天出去逛逛，没有目的地，就是到处乱逛。然后，哎呀，差点过马路。我不要那个椅子，但是现在有人坐在那个地方。看地图上是有一个这样的景点。唉，我在干嘛？搜了一下，好像说这是星光大道，很多很出名的大师就是留下的一些啊哈，音乐大师，对，好多哎。OK， 那让我看一下下一个景点。地图前面右转有个广场，去看看。听到了吗？好像楼上有人在练声乐。啊哈，这个广场就是类似于小区那种楼下。出门还是要做攻略的，不然这样子乱走，哎，乱走发现了一家中国菜，没有忍住好奇心，吃两口，刚好也饿了，吃完了。乱逛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好看的风景啊！太阳快下山了，就大概走到前面桥那个地方看看桥，然后我就回酒店了。本来还想过桥的，感觉应该走不动了。我走着走着，在路上遇到了。今天吃成猪了，吃了两口肉，哎，又出发了。那我看了一下周围，这附近好像江边还挺多美景。现在天气真的好好。坐了一会儿，走了，走不动了，买了个汽水。刚才本来想买咖啡的，咖啡厅关门了。回酒店，回酒店，不走了。